竞拍，两分钟之内用脸可以接住多少块搭档丢过来的湿毛巾。哦，所以扔的人也很重要。这个项目是用脸来接，不是用头接，头就不接不算。那 Tony 老师刚一直是头接的，他的头跟脸主要混在一块了，应该。那我什么叫哎？什么叫 Tony 老师？什么叫脸和头混在一起？什么东西？起拍的毛巾数是两条，开始起价，两条有了 baby 谢谢，四条谢谢，还有吗？六条谢谢祖儿，八条、十条、十二条，多少？十四条，十四条，十六条，十八条，二十条毛巾，谢谢 baby。二十二条，二十四条昆凌，二十六条谢谢，二十八条，三十条毛巾。No， 三十。我先运动一下脖子啊。这是小猎豹和小鹿的强项，灵活。你喊吗？三六，三十六条。跟他们刚一下，老邓头，咱俩拼了。啊，咱俩跟他们刚，怕什么呢？都三十六了，不都差怕吗？你们凑个数，凑个三十八条吧。哎，三八，不是我。三十八，三八妇女节快乐！我以为你在暗示我。三十八条 ，Selina 的报价，最后一次。三九，所以三九，整个三九，三十九，对，这么好，四十。哇！那真的是三秒钟一条了，你们的目的就是这个，让他们彻底失败。来来来来来，那再换一条。最后一次，恭喜来。郑恺，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。一个，好，两个，太好了。三条，三四条，五条，我脸都是水。哇！还是光光光。有了有了，地毯小心。十二，远一点，远一点。郑恺，郑恺，你找到职业了，你真的找到职业了，你找到真正的职业。一分钟，还剩一分钟。十九，九，你训练过这些毛巾吗？二，你什么时候训练过这些毛巾？21，天哪，这个人的头怎么那么灵活？三十，太厉害了！31，郑恺改行吧。32，哇塞！33，33，到陈三十五。哎，再给点时间，四三五三四三二，哎呀，一，好好扔，好好扔，可以啦，可以啦，厉害，已经很厉害了，已经很厉害啊。哇，那这应该不太可能完成啊。特别厉害了，厉害，太厉害了。